茨达，你爱上过什么人吗？你会爱上一棵树吗？什么意思？物种不同，哪儿来的爱啊？这怎么能一样？你好歹看上去和人类没什么不同。没什么不同。可在我们看来，你们人类是又脆弱又胆小又愚蠢。 大姐，你快点吧，赶时间，人家派出所关门了。快点！到底要去哪儿啊？去派出所。去派出所做什么？去派出所办身份证啊。我们人类啊，有一样东西叫户口，每个人都有，但是你没有，所以我们管你们这样的叫做黑户。那你记住了啊，你呢？ 你现在是山里的超生户，所以一直没有办户口和身份证。后来呢，你就遇到了我，所以你想好好和我相处，你想过正常人该过的生活，你想好好和我谈恋爱，所以你要落个户，办个身份证 ，OK？ 谁给你的脸跟我说这种话？你以为我愿意啊？ 我也是被逼的，好吗？给你一个外星人在地球上落户，你知道我得付多？带路，请。别动，看着镜头，收额。哎，你把那个耳环摘了。 这是规定，拍证件照不能戴首饰。你把发卡也摘了，把耳朵露出来。拍证件照要照全脸。 三，哎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拍的还行吗？哎，你这头发怎么……啊！不知你这次是为何而来呀？是这样的。 今天我们忙活了一天，大家各自找自己的熟人，四处询问。正所谓苍天不负有心人呐，虽然还不明确，但是还是有了些眉目。之前还说怎么难找，怎么困难，这一下子就有眉目了，未免也太快了点吧。事关身家性命，大家都很着急，生怕晚一步会毒发。
虽然有了眉目，但还不敢确认。不过我们还是要先知会一声，免得司藤小姐误会我们故意拖沓。误会倒不至于，大家合作共赢嘛。司藤小姐说笑了，既然事情已经说完了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不急，我还有话想问问苍红会长。听说当年秋山面杀我的时候，你跟你的师父都在场，是吗？当年我还是一个无知的幼童，什么都不懂。当时的情形是什么样的？可否讲一讲？当年，哎，司藤小姐，你不是也在场吗？在是在，但是你知道的，这同一件事情，不同的人嘴里说出来，南辕北辙。是。无妨，自己人。说吧。当年，秋山、李正元、黄玉三位玄师，借着七星石盘找到了你的踪迹。因为司藤小姐当时产后虚弱，三人合力将你击杀。秋山玄师引精雷焚烧你的尸骨，可奇怪的是，竟无法炼化。这大火中，你一直喊着说会回来的。没想到七十多年过去了，你真的回来了。我司藤这一生，从未败。秦风，送客吧。司藤，苍红会长打电话过来说，他们已经基本确定了大致的范围，说在什么云溪寨附近。你跟苍红说，他德高望重的。照理来说，我不应该怀疑。但是他说云溪寨有就有啊，怎么着也得给我看看证据啊，哪怕是身上的一根毛呢。这云溪寨在哪儿啊？听过。沈翠翘的老家，玄剑洞的地盘。
思丹，你可得小心一点。沈银灯是跟你有仇的，那又是他们的地盘，说不定就是想把你引过去，在那儿收拾你呢。我小心什么呀？他沈银灯，就算是在前路上给我挖了个陷阱，我连坑带路铲了就是。跟我玩阴谋？你说这样的大话，怎么不凭空降一雷霆劈你一脑袋呢？你现在胆子挺大的了。那是因为你并不坏。我就是想不通啊，像你这样的人会爱上什么样的男人？谁都不爱，我也从来没爱过什么男人。那你还给人生孩子？对不起，我不该提这事儿。没什么，我那时候大概是瞎了眼吧。你没事吧？我能有什么事？秦放，司藤小姐在吗？在里边。怎么了？我找她谈点事儿。你们这一天天的，多少人来谈事儿啊？你别管了，我进来了啊。找我有事啊？司藤小姐，我想给你提一个意见。提啊。啊，那意见提了，咱不带生气的啊。从谏如流，我这个人啊，最是大度了。好，司藤小姐，我觉得即便您不是人，这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啊。但是，您也应该遵守自己的诺言，比如说，玄门答应帮你找到同类，那你就解了大伙儿的藤纱；再比如说，我答应死心塌地的效忠你，你就当我给师傅抵债了，不再计较师傅和你的仇怨。那就不能我们把事儿办了，您反过来把我们给办了，就说背后捅刀子呀、翻脸不认人这种事儿，我觉得是不对的。怎么？你的意思是，我会出尔反尔？翻脸不认人吗？我个人是很相信司藤小姐的为人的，但是吧，我刚刚听到了一些事情，我觉得小中见大啊，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。严福瑞，你是不是想去见你师父？哎，刚不还说从谏如流的吗？怎么就急了？你这不就是翻脸不认人吗？你都是从哪儿听来的这些事儿啊？来，坐下，好好跟我说说，都是怎么造谣编排我来着？你把玄剑洞的掌事沈翠翘给杀了。啊，当然了，那会儿是旧社会嘛，法治都不健全。再说，玄门对您，他也，是吧？所以说，不能完全归咎于你。但是，他怎么能下那么残忍的禁制呢？你让玄金洞的女性世世代代都因难产而死，你想想，那小孩刚一落地就没了妈，那太残忍了吧！胡说八道，谁不知道我司藤战无败绩？想掀翻他玄剑洞，不过一抬手的事儿，还用得着？哦。可能是有这么一回事儿。什么意思啊？司藤小姐，干了就是干了，没干就是没干，怎么还可能有啊？难道您自己做了什么，您自己还记不清吗？
是上不了台面的货色。我还上不了台面。秦放呢？对不起，我刚才慢着。哎，司大小姐，你可千万别误会，秦放和沈小姐其实他俩不熟，我觉得他们之前压根就不认识。这事儿我能打包票，因为什么呢？秦放还让我偷拍过沈小姐照片。不熟啊？不对吧？那他们俩现在这是破镜重圆，还是一见如故啊？有事儿吗？你回去跟苍红说，我们现在虽然不是死敌，但也不是朋友。不通过我就把我的手下人约出来私聊，似乎不太好吧？玄剑洞虽然算不上是什么书香世家，但也不至于家教疏忽至此，连最基本的礼数都不懂。司徒，这扇门一响那么严重，其实上了我的门，踩了我的地盘，不递拜帖不打招呼也就罢了，见了我的面居然转身就走。哼，我跟沈翠翘好歹也是一张桌子上喝过茶的，算是长辈。还有啊，有一点你要转达给沈小姐，听说她跟我有仇，想必是心心念念要报仇的。但是在报仇之前，还请告诉她要去多读一些名人轶事和历史传记。古人说胸有积雷而面如平湖者，可拜上将军。勾践之所以能复国成功，但因他沉得住这一口气，礼数周到，不露声色。但凡他像沈小姐这样一见到吴王就一副恨意滔天的样子，怕是吴王早就全了他这份殉国的心吧。你说完了吗？走好，不送。司徒，其实没什么要和我交代的吗？
不是，这件事儿真没你想那么严重啊。我也知道，你这个时代，很多规矩都不用守了，但是避嫌两个字总会念的吧？我跟那些人的关系正在微妙当中，于情于理，你都不应该和沈岩能私下会面。是啊。我相信，你今天给我唱了这么一出，总该会是有前因的。所以这沈银灯到底和你认识的什么人长得一模一样？他和我的初恋陈婉长得一模一样。你不是有女朋友吗？怎么还惦记着你以前的女朋友啊？不是，陈婉她已经死了很多年了，我只是……真的一模一样？真的一模一样，而且连说话的声音都一模一样。不过，我心里也清楚，他和陈满毕竟不是一个人。我向你保证，我之后再也不见他就是。别，两回事儿。又是初恋，又是一模一样的，心里掀起惊涛骇浪也是正常的。反正这个安曼出局是肯定的了。你要真是对沈银灯产生出了什么特殊的好感，也在情理之中。如果遇到这种情况，你还是风平浪静、淡泊以对，反而值得怀疑。再说了，你要是真的喜欢上了沈银灯，我不让你们见面有用吗？怕是会越近越烧，视同燎原吧。我什么时候跟你说我喜欢沈银灯了？你跟他怎么样，我管不着。你只要记住两点：一，管好你的嘴，知道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；二，真跟沈银灯花前月下的时候，选个我看不见的地方去。我这个人虽然大度，但是看见他一副跟我有仇的样子，心里不舒服。你在说什么？什么花前月下？你把我秦放当什么人了？还有啊，你能不能别老是摆出一副老气横秋的样子，教育小孩呢？你在我面前可不就是小破孩吗？倒还挺有自知之明的。是个什么人就跟你女朋友长得一模一样，我还说你跟我……别动。嗯？转过去。头低一点。脸往右一点。再右一点。什么意思啊？别有别的表情。我跟你说，其实家与爱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他们的头上都有遮挡。思道，在外漂泊这么多年，你难道不想有个遮挡吗？你是哪儿的人？我是玉航的呀。你问这个干什么？你的祖上，往前回溯，有没有人来过苍城山？我们家世代都住玉航，我爸爸，我爷爷，我太爷爷，个个都是老实本分，最远只去过深海旅游，从来没去过苍池山这么远的地方。从未？从未 ，never。照片拿来我看看。什么照片？你爷爷他爸的。我太爷爷，我太爷爷照片都在老宅里呢。你要是想看的话，你得跟我去趟老宅。你在那边就没有什么亲戚朋友吗？随便委托一个人去老宅翻拍一些你太爷爷的照片拿给我看不就行了？对了，再帮我找一些他的书信，我要看看他的字。为什么？我吩咐你就去照做，谁给你提问的权利？一个女人用这样的神情和语调打听一个男人，这也太奇怪了吧。如果往前推年份的话，你没死那会儿
我太爷爷正好是风化正茂。难道你和他？不会吧？你对这个人是已经没什么眷恋了，是吗？ 是终生平静之一，可但凡女人摆弄这些，到了后来，却都变成了揽境自招。你这一大早的，怎么还突然文艺小清新起来了？过去那些臭男人，好歹还能知情识趣的附庸风雅几句，再看看现在的，真是地里的韭菜，一茬不如一茬啊！真是对不起啊。 让你对我们这些臭韭菜失望了。给，这是我同事去老宅拍的照片，你看吧。这是全家福吗？对，我太爷爷、我太奶奶还有我爷爷，都在里面了。这个就是你太爷爷吗？ 你太爷爷怎么长得这么胖啊？你懂什么？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，能长胖那说明家境优越，好不好？倒也有点道理。果然是现在条件好了，营养健全，一代比一代好看。尤其是你，长得跟个基因突变似的。你能不能别学点词就乱用啊？什么基因突变？你说的这是人话吗？你才基因突变。 我就是基因突变呀，不服气吗？父亲，父亲。1946年冬，携妻子游湖，有白鹰作陪，乘兴而来，尽兴而归。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张有人有字的照片。你太爷爷这字。 真是跟他的人一样，彻底绝了我所有的想象。嗯，不会啊。小道，你现在是不是可以告诉我你和我太爷爷什么关系啊？我昨天想了一晚上，我是越想越惊悚，我都开始做噩梦了。你说万一你和我太爷爷是什么红颜知己蓝颜之妹的关系，那我应该怎么称呼你？我叫你太。 太阿姨。不过按照年龄来说，
你确实可以叫我一声太姑奶奶啊。来，乖，叫一个听听。嗯，太过分了。是我疑神疑鬼了吗？谁都没有资格指责评说，这纵横交错的掌心命格，将秩序规则一笑而星河灿烂。